作为一个广东人，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是广式早餐。今日饭店子茶点，我请了，想吃什么随便拿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广式茶点，我先来一份泡沫香肠粉。你们呼唤的广式茶点，他来了。小时候学校门口的味道。泡米茶，广式早餐里面最少不了就是虾饺跟红米茶了。是真的有大颗虾肉的哦。作为一个广东人，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是广式早餐。你们吃早茶必点的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蒸蟹钳嘞，哎，里面真的有蟹肉。这个超好吃，让我看看下一个吃什么。够不够？
磨唧唧的。加年糕，嗯，爱吃糯叽叽的一定不能错过。这好黏啊，哇，这黄豆好好吃啊。剩下我留着妈妈吃吧，这个鸭爪妈妈啃。那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